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When association members convene from around the world,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occasionally speaks with group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ir respective languages. In a session during this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in Europ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met with our Chinese association members. All of you are new? No. New? Yeah. 还没看到, huh? Chinese? Oh, all Chinese. Korean? Mongolian? Oh. So you could hear everything before? Yes. Everything clear? Yes. Translation good? Yeah. Thank you, guys. Yeah, thank you. It's not easy to translate simultaneously like that. You try it and then you know. You surely miss something or you stutter, you forget how to translate. You know, this word, what does it mean? I know it, but I cannot remember. And then by the time you try to remember, it's gone. The person speaks something else already. Yeah. So all this is Chinese? How many Chinese speaking? Right hand again. Chinese? 讲中文,举手. Oh, my God. Okay. China? Korea? Oh, I'm sorry. Okay. You want me to speak English or Chinese? Chinese, huh? Okay. I'll just speak Chinese. Okay. The one who cannot understand Chinese, just keep your head on, okay? Keep one. 你们就留一个，万一我在讲英文的是什么？大家好吗？好。谢谢你们来看姥姥。白天坐哪里打坐？外面哈？会不会太热？ 凉啊，凉不是热，热不是凉。哥，举手，还好哈。OK，真的吗？需要不需要多弄膨胀什么，跟他们讲，OK？需要。你们真的是好有耐心哦。不过这边不会比印度热了。这样，我以前去印度的时候回来，脸都黑。 因为我整天坐在那个栏杆外面啊，没地方坐就坐那边。
然后用那个什么自己那个外套嘛，把它折起来。讲过了哈，有没有听过了 ？No， 那、no, 没听过，再讲一次。有一些没听。OK， 有一些房子嘛，哈，还在哈你们，就他看起来不老啊。上次看已经5、6年以前，现在看一模一样，奇怪，你们都不老你们哈。OK， 上次有问到你啊，然后他说你不在了，不晓搞什么的。OK， 有一些房子嘛，就是上面没有这样子屋顶，有没有？就平的平的啊，然后那个水就会用那个小小孔都跑出来，那个下雨的时候啊，然后就四周围会有栏杆，有没有？啊，墙壁高起来，不然人家会掉啊。啊 ，OK， 我找一个角落嘛，我坐下来啊，然后我从冷的地方过来，所以有一个外套啊。那个外套啊，长的哈，我盖在那个角落那边啊，盖是这样，有吗？啊，然后有一个小椅子的啊，然后坐在那个地方，那个椅子跟你们现在差不多那种椅子嘛，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我的行李袋小小的放在前面，坐坐的时候我就把脚撑出来这样子，啊，就是整天整晚这样子啊，打坐、睡觉啊、吃饭啊，在那边。即使有盖起来，不过印度的那个太阳嘛，哇，他不谅解谁的哇，他不知道我诚信久到什么，他都不理，还是照样晒的好黑，黑真的好黑哦！我回来了就看，我回来了认不得自己，看在那个镜子里面哈。啊，你是什么人？好黑啊黑，里面还不黑嘛？啊，我那个时候做大概6个月左右的，所以比较黑。6天就不会啊，6天健康啊。不过既然我做那么久哈，我不会怎样呢？黑而已啊，懂吗？不是说剥皮或是什么，大概一天晒一点，一天晒一点，那就变习惯了。然后我就变成跟印度人一模一样，这样也很方便呢、啊。出去他们就认为是自己人嘛，哈，无所谓的。那边又也是介绍那个厕所，意思什么也是蛮不好擦洗的了啊。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用干擦是什么的啊。不过还是要活着下去的，哎，不会怎样。啊，你们这边有没有被蚊子叮什么的？没有。哦，他扰你们了。大概前面那一批哈、啊，前面那几批把蚊子吓跑了啊。前面那一批把蚊子叮饱了，吃不动了，吃饱了，不是，不是吃饱了，他觉得那个吃素的那个水好无聊，习惯那个酒啊、肉那些的，腌的什么一大堆的啊，然后碰到你们那个素食那个淡淡的那个水哈、啊，他说哇，这不是东西了。还住多久呢？8个月、6、7个月。啊，要留就可以留嘛哈 ，OK， 如果有空地的话，如果忍耐能忍耐这个情况的话，不过吃住都 OK 哈。好，还好哈 ，OK， 哎，就是地方是这样嘛，啊 ，OK， 来苗栗更糟糕，房子没有，懂吗？哎呀。所以这边还好嘛哈，万一下雨还可以跑进来躲是吗？美丽都是雨伞的哈，不过有时候撑不住是啊。OK， 没关系，我们还快乐的，是不是？讲过了嘛，要自己带那个膨胀来啊，那种雨衣嘛当膨胀那种，然后还要做什么？哦，还多一套衣服嘛，懂不懂？哎，万一太湿回来，在车上用。换一换，
记得哈 ，OK。来西湖是要多带一套衣服，懂吗？哎呀，因为在淋雨的时候，如果一路回家还是穿那个冷衣的话，会中冷哦，了解吗？哎，还没上车以前要先换一下干的衣服，要照顾自己，不是说修行什么都不管，听懂哈？我是很关心你们苗栗的来的人了，不过就是这样 ，OK 。啊，有一些师傅很有钱呐、啊，哎，他一给就几百万，懂吗？然后徒弟也给几百万，你们如果想这边太辛苦的话，可改变主意，没勉强 ，OK， 啊，好了好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的问题吗？哎，说。哎，师傅好，这个2013年这个文明的那个进程啊，明显的加速了。有哈。在前几天的时候，台湾的那个布农族的公主亚雷斯也是我们一个师姐。到北京以后，我们搞了一个素食的 party， 嗯，参加的大部分都是学佛的朋友。在这个 party 里，我们就是搞了一个小的一个聚会，就是宣传素食的一个聚会。嗯。然后我们请了一个年轻的一个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组成一个团队，全部在先做宣传素食的一个电视片。嗯，这小伙子非常棒，他得过一个节目人主持的那个比赛的冠军。那么在这个会上，我们还请了中华的一个美食协会的一个领导，他是会长。中华美食协会是应该是挂靠文化部的这么一个单位，他是面向中国整个的餐饮业的一个领导，就他们那个协会是面向我们中国的那个整个大陆的餐饮业。那么这个领导他告诉我，中华的那个美食协会下面成立了一个素食的一个分会。哇、那么这里有一个大学老师担任这个负责人，他是一个动物保护方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英雄，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这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事情。那么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啊，相信啊，中华民族啊，如果回到老子的道德的那个根的那个文化上呢， yeah. 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全世界呢，也是很关心这个事情，我们的那个政府也很关心。恭喜你们那个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荣誉啊，越来越善良，政府也好好，两岸都好好，嗯。Yeah. 师傅您好，你好，我想好的事情想跟师傅和大家分享一下。说说说，快快。有个协会，要求我们，我去那个到那里去工作，一起协助他们的工作。嗯，就是全世界各地比较有钱的人，而且都有爱心和那个慈悲心的人，就是投资，然后在中国开放这个亚健康方面的工作。然后我说你们都是那个吃不吃素的，我们是我和我先生都是吃素的，我说不方便跟你们一起工作。他说那我们就可以那个吃素啊，然后在那个六星级宾馆一粒在那到那里一粒吃素，而且不可以卖酒也不可以抽烟，这样那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然后他们就答应了，我们现在开始进展工作，现在做得很好。然后在我先生在那里指导怎样做这个素食的这个餐饮，嗯，然后给他们做了一下以后，他说啊，他们去了很多地方的那个素食餐饮，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素食，这样完全可以做这个素食，就六星级宾馆这个做这个素食也大家都很喜欢，嗯，而且我们的目的也是这个虽然是有钱的这个客人，但是你必须对社会做善事的人，我们才接受他们的，接受他们和这个合作，给他们协助，啊，对，合作，还有调整他们的这个心态。我们主要是搞他们的这个，也是他们，也是大部分人是不是我们这个团体，但是也自己什么团体也是打坐的，也是行善的。嗯，他们大部分人也吃素，但不是吃全素。嗯，我说我们一起做的话，必须要那个全素，这个乳制品也不可以吃，可以呀。他们就这样，
所以就这些事情一直就通过，好，就这么要开始要做了。嗯，恭喜，谢谢师父。做得好。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 lowers blood pressure, lowers cholesterol levels, reduces type 2 diabetes, prevents stroke conditions, reverses atherosclerosis, reduces heart disease risk 50%, reduces heart surgery risk 80%, prevents many forms of cancer, stronger immune system, increases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 higher IQ.Saves 70% of a total cost of $40 trillion for reducing global warming. Uses 4.5 times less land to grow food. Conserves up to 70% clean water. Saves 80% of the cleared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animal grazing.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 Free up 3.4 billion hectares of land.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 half the world's grain supply.Consumes one-third fossil fuels of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 reduces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 maintains cleaner air, saves 4.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S. household per year, stop 80%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ave your life. Be veg. Go green.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eveg.是不是还有一个事情哈？嗯，我是昨天到的嘛，然后因为机场人挺多，我就比较敏感，人一多我就受业障的关系，就吃不了东西。然后我昨天到场以后，我喝了一点那个汤水，然后就喝不下去，我就没有喝。我在这么好的地方，我就接受了上帝的加赐吧。然后有位师姐说我现在很渴了，她说这里有一桶水，我们俩分着喝。然后她把一那个水呀、啊、就倒在我那个杯里头，然后我就没想到一下子喝了。喝了以后，它就是醋啊。你喝进去以后，那满嘴烫，那我也烫，烫得不得了。我说我这样不行，我怕连累师父，然后我就心里就求上帝，然后我就喝了一大杯的那个水，然后喝完水我就找个地方就打坐，那体验相当好。我可能是洗业障，喝了那么烧的那个醋啊，然后那个一点都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我特别特别跟这个旁边的师兄问了这个是什么，他说消毒用的醋。又不是吃的醋，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给你消毒啊。洗了不少业障，消毒了，全身的毒都排除了，而且昨天晚上的打坐相当好相当好。这个头顶，那以后继续吃醋。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以后有一点不难受，难受的话我得喝醋、啊、这个感觉太好了。不要跟大家讲，他认为喝醋才有体验，你就不要跟先生吃醋就好了。 OK， 谢谢师父。不是猪的关系啦，啊，是他的业障，然后你们不要回去乱吃醋，然后有问题别找师父。OK， good。 还有什么事吗？修行的问题什么吗？后面。师父好，我想汇报两个问题。师父，我因为啥这个修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灵感很重要，有这个灵感呢，它能指导人这个行为和心理，但是这个灵感的出现呢，往往是偶然的，往往在一些梦里边出现。我想让师父给指点指点，如何能够遇上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自个儿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来如何就是寻找到这个灵感，这是一个问题。这个灵感如何能不能寻找到这个灵感？你几岁了？我63岁。
63岁还不能那个把灵感招回来的话，不是有些灵感，但是都是偶然出现的。他就是，哎，想我只想是在这个，在这个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如何主动的。懂啊，哎 ，OK， 嗯，你要静静一点，要往那边听听自己 ，OK， 不然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写下来你的问题，写得一清二楚的 ，OK， 连小孩也看得懂的 ，OK， 哎，写下来了以后，就会有答案了 ，OK， 好，我问第二个。要写得很清楚才行啊。好。写，然后要求那个灵感帮忙 ，OK， 再来。好，第二个问题，现在就是我，经常这个。见到一些那方面人的啥星星，就是有好多这个外星人啊，外星这个生命，一个是进入这个咱们这个地球，一个是在这个地球的周围有好多这个外星生命。我是想请教一下师父，如何能和这些外星的生命有所沟通？你试试看看吧，打电话，email， 哎，啊，用传真 ，SMS 呀，试看看，好不好？因为我们对这个外星的生命啊，外星生命，我觉得现在好像应该都大部分都是些正面的好的东西啊，但是我想。让师父给我们开示开示这些外星的生命，他是不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些都是正面的好的好的生命？有一些好了，有一些不好。OK， 好，你好好修行，那个跟那个上面沟通比较好了哈。外星人他们自己也做自己的事情啊，他没有空跟你聊天那么多，也许他不懂中文怎么办？懂吗？OK， 下一个，谢谢，客气。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传说中古代玛雅人曾经留下13颗水晶头骨，这些水晶头骨与人类的灵性提升有帮助吗？不多，不多，没有太多意义，是吧？没有。谢谢师傅。怎么石头能帮你们啊？啊，水晶也是石头而已，听懂？人是比石头高等了。我们从那个什么金矿啊，然后上来到昆虫啊，然后到听懂吗？然后到动物啊，然后到人啊，怎么会反过来求他们帮忙呢 ？OK， 来，师傅好。我的问题是关于人类起源，比如说就是考古方面的证据证明，上百万年的人，比如说100万、200万年前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就狩猎动物，就杀动物啊，然后吃动物的肉，一直到几万年的时候都有。当考古学家发现这些证据的时候，他们总是做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些解释，然后让人家以为吃肉很好，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就开始吃肉了，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会杀害动物然后吃肉呢？我怎么会解释这个事情？现在他们也是一样杀动物吃肉啊，我怎么解释这些事情？是习惯啊，懂吗？习惯啊，一个吃然后另外一个模仿他，然后另外一个又模仿啊，就是这样而已。OK， 然后被那个魔王骗了，魔王骗吃肉，才造成业障啊。OK， 人进步不是为吃肉啦，像很多人没吃任何东西，他也进步啊。啊，佛没吃肉啊，他也灵修很高。那耶稣基督也没吃肉啊，很多灵修的领导者他没有吃肉啊。
那些人回来进步的，因为他们总比较高一点境界投胎下来，不是为了，不是因为以前那些人吃肉就传承回来，不是。OK。师父，请教一个修行的问题，就是在西湖的玻璃屋打坐，还有在这里打坐，就是很容易很快就不知道去哪里了。那出来的时候就好几个钟头，这是不是比较所谓的深层入定？所以我要问的是，深层跟浅层的入定有什么区别？那浅的就是时间比较短，马上就可以进入到看到一个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深层的话，就是没有看到什么，可是就是一刹那不知道去哪里，头也低下来，然后感觉身上好像只有一团肉，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深层入定？那时间就很快过去了，这个、睡觉也很快过去。是。我们一睡就半个小时左右，很快过去，是吗？是啊。你们有没有睡觉的时候觉得时间太长啊？很快哈。OK， 啊，没关系嘛，尽量做。OK， 不要管生钱什么了。OK， 生也好，钱也好，啊，自己进步，啊，人善良。OK， 越来越误解一些误。悟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有进步了啊，比如说里面都有时候有入定的状况。OK， Yeah， 师父你好，你好，师父，我想问一下，这个苦修和心境，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师父曾经说过，苦修不能成佛。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去修行的话，那我心境打坐应该处于一个种什么状态？我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我发现越修，原来师父曾经说过，佛陀也说过，辩才无碍。可是我发现越修啊，越不想说话，越修越不想接触人，就是一种什么状态？请师父开示。啊，修苦行哈啊、对，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就修苦行嘛，有没有？然后什么都不成，快死了，他才选那个中道了啊！就不用问我嘛，啊 ，OK， 啊，然后啊，很多修行者了，像耶稣啊，啊，穆罕默德啊，有别人呢，他也有选中道的 ，OK， 就不用修苦行才能成佛，听懂？不一定能成佛。不过有一些人他不是故意修苦行，比方说他突然就不想吃饭了，懂不懂？不是在他修行的地方不方便啊，煮啊没有菜没有饭，那就不想吃啊，那不一样。 OK， 不要修太苦，就是也不要太奢侈，吃太饱吃太隆重的话想睡觉。 OK， 见众生业障太多，而是吃简单就可以打坐入定，比较精爽比较好，这样而已，不是修苦行。 OK， 玄中道啊，如果你想修苦行也可以，反正就修观音法门就好了。 OK， 观音苦行也可以。啊，就是我没有说你们一定要修苦行才成佛，听懂吗？ OK， 看自己的情况，自己身体。还有越修越不想讲话是吗？对，你不想讲话，不想接触。你修行多久了？我是2009年开始修行的，3年4年。你现在几岁了？56岁。56哈。嗯、啊、我们是不是越老越不想讲话？你修行也不多，就是越来越老就不想讲话嘛，是不是？我们整个辈子已经讲够了。不是说想讲话什么了，也许我们有时候师父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所说的不讲话就是不想去和人争辩什么啊。对了对，那个是对了了。哎，因为说一切好像都是脆在修行过程当中错的好像也是正常的，了解，对的好像也是正常的。了解 对当然我们不想争辩是对的了。 OK、以前哈、还没有修的时候认为什么都了解嘛哈、啊，就去跟人家说你错了，我意思是这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啊，我懂佛教是这样，我懂天主教是这样，现在什么都懂了，就是跟他们讲然后不想讲了、因为讲他们不会听的，懂吗？嗯，然后 OK 没关系了，
知道他们不了解了，跟你以前一样嘛，所以能讲就讲，不能也不用啊，没什么。OK。嗯。还有，我现在学修行，越觉得越修行应该是道法自然，就什么事情都是很自然来了，就是逆来顺受，就是他来就来了，不来我也不去。呀、yeah, 这样对、嗯、OK。这样是对的哈，轻松快乐呀、yeah 嗯。好，谢谢。这样对了，简单生活还、嗯、容易 OK。师傅你好，我去年有来看师傅，师傅好像真的一年比一年年轻，感觉是。不过谢谢啦，谢谢，听也蛮高兴的啊，谁都喜欢这样听是吗？啊，谢谢你。是我我一个问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师傅刚才在楼下有提到关于很多穆斯林的关于宗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吃素的时候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同时都会问我们为什么吃素，他们会问你们问我们你们算不算宗教人士，所以我一般给他们答案是我们这边也不算宗教人士，但是我们会跟很多宗教所谈的东西我们都在照着他们宗旨去做，我们主要吃素原因是想尽量减少对其他生命的伤害，然后我们只是一个打坐团体，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答案是不是完全正确。嗯 ，OK， 应该是 OK 的啊、哦。嗯，还有说你爱动物嘛？对对对。OK， 不想让他们被伤害。嗯。OK， 被受苦，像我们自己被割手一样，也很苦很痛，就不想。像这样子 ，OK， 我不想这样子给动物痛苦了 ，OK、欸。越少人吃肉，动物越少受苦，嗯 ，OK， 随便啊，回答都可以了。所有宗教，所有宗教就提到吃素的了。你把那些抓住来念给他们听就好了，啊，印成一张纸嘛，啊，天主教这样讲，啊，佛教讲这样讲。伊斯兰嘛这样讲，那先念给他听，不然印出来给他看 ，OK， 简单，不用回答也可以。然后我就看到这样了，哪一个宗教都叫人家吃素的 ，OK 哈？哎，好，谢谢。SMTV 以前都有印出来 ，Yeah。师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刚认识的时候呢，那才是一年两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打坐的时候呢，在那同修的家里，那同修他的父亲有病嘛，叫我们去帮他打坐嘛。后来呢，我打坐的时候也打坐就很舒服，这样就看到一对人，一对人呢，这对人呢，我从来没有听谁问过什么，没有不知道是什么人。这对人呢，他的皮肤。同衣服一样的，他很柔软的，他一模一样的，他呢，过那个门呐、啊，还有动作啊，一模一样，很好看的。我到现在想问师傅，这对是什么人呢？是啊，他是不是人的吧？他是光头，他不是人啦，他的人，那个皮肤也是。好像那皮球这样很柔软，很好看，很漂亮吧？是阿修罗的众生啊，阿修罗的众生他们很好看。哦，这样啊，阿弥陀佛。OK， 下一个。师傅你好，我真的是很久很久就想讲的是，师傅你是最好的师傅、哦，你真的对我们真的是照顾得无微不至，然后就是说，我真的很有体会。那我们在家里如果招待客人的话，哦，长期的都会很累很累。然后你看，为了徒弟，而且是这么盛大的灵性的聚会，你真的要承载很多的东西。而且我每次看到师傅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然后就是看到你对大家的那种付出。然后就觉得我们应该真的是一直以你为榜样，然后尽量的去帮助别人。谢谢师傅，谢谢，还有很多话都讲出来。I love you. 谢谢师傅，爱你爱你。要不要吃饼干？怎么今天这么小呢？新的人又人这么多，又这么小。不是你啦，我说大家啦。
帮我拿。是的，妈妈。这个电器发给大家吧，我是怎样啊？等一下，啊。我不能丢了，不过我尽量丢 ，OK？ 来，很多爱在里面呢啊！哎呦，来，好，啊，再来。去给他们，从这边过来，从这边呢还没有的人拿这个一个上阵 ，OK？ 然后回家还有 ，OK？ 回家的时候，哎呀，我就从这边走，让他们自己拿 ，OK？ 对不起，我不能留太久 ，OK？为了你们也要尽量每一秒每一分要打坐、okay? 为了要受那个上殿的加持力谢谢谢谢谢谢嗨你们多打坐 OK 多打坐才能够多正能量啊好说进步快乐，谢谢，我随时在你们这里 ，OK？ 谢谢，这里，Thank you 哈，你要哭哈，哦，奶奶快要，哥，奶奶是哭难看，I know， 那就 joking， if you wanna cry， you cry， no problem， it's natural， OK？ Yeah， 自然嘛，啊，自然，我们爱什么人，看他走到哪就为那个了哈，要留恋了啊。我也不想走了，最好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每天大家一起吃喝玩乐，懂吗？哎呀，很多饼干糖果那种，啊、很多故事，然后很多笑话啊，大家一起笑笑嘻嘻的。不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讨厌了哈、啊。有钱也不能来，没有钱更不能来。有钱呢也要管生意很大的，没有钱也要去打工。好，大家忙了哈，有钱每一步要打工，也是有小孩要忙，啊，不然先生太忙，世界是这样，我们尽量活 ，OK， 我们上天的一集每天可以看，啊，每天可以看，不管你们在哪里，
每天可以看，听懂吗？听懂。你想看就可以看，哎，在这边比较困难，有界限，好不好？嗯。我跟永久在这边嘛，哈 ，OK， love you， love you very much，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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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括爱哭那个。I'm so sorry， 看你们哭我难过，我不想走，就是要走 ，OK。Please tune in to the next session of this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with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nd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To be notified when a new session is available, subscribe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s newsletter at suprememastertv.com/newsletter.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Be vegan, make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